网购买了一款磁悬浮永动机，只要有光的情况下，它就会一直无限旋转下去。这到底是什么原理？那么呢，好多人都说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永动机。哎，我就买到了永动机，这个是只要有光的情况下，它就可以持续永远的旋转下去。开箱。可以看啊，就是这么两个装置，这个底座啊有四个这个磁铁，这个中间也是一块磁铁，然后上面呢带一个风扇，两边呢也带两个磁铁，中间这个位置是太阳能装置，它只要吸收到光，它就可以悬浮无限的旋转下去。咱们先让它悬浮起来啊。OK， 这样啊，我们先看看没有太阳的情况下它能转多久。一二三，走。哇，可以看，没有太阳的情况下转了大概不到两分钟啊，它就自己停了。接下来咱们放到阳光下，看看它到底会转多长时间。一二三，走。我去，在阳光下它转的是越来越快啊，但是抖动的幅度也是越来越大呀，看看它能转多久啊。Later。 可以看啊，兄弟们，在没有任何动力的情况下，它已经持续旋转了好几个小时了，而且速度越来越快，现在你们在手机里看到的只是个残影，这不就是妥妥的永动机吗？白天靠着日光，晚上靠着月光，我估计我死了它都在旋转。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有光它就会一直在旋转？最后我想送某女主播一句话，大家先看视频。你说大东北这种地方那么土不拉几的，还能保暖还能这么时髦，也挺不容易的。